好，大家看社会新闻，今天非常惊讶哦。新北市永和，照理讲应该叫永远平安哦。那怎么在永和会连续4年发生了3起，几乎是整个分尸过程手法一模一样，把这个死者做成人质，这么残忍的分尸，怎么会那么高密度哦？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在过去的5年当中，全台湾有发生8起的分尸命案哦，而其中有的还不见得把它分尸成人质哦，但是有3件就集中在新北市的永和哈，新北市的永和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最新的这个案情是在昨天9月5号的时候，当时都还有监视器都还有拍到哈，这个姓梁的哦，他是大哥，他们一家有9个小孩，大哥已经是73岁哈，啊大哥被拍到说从这个死者的住家出来哈，然后他们住在一起，拖着红色的行李啊离开了住家哈，那他这个哥哥也很奇怪，他在台北市、新北市到处跑啊，拎着这行李，行李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根据他落网的说法是说，可能就是尸体其他的部位了哈。那这个过程当中，他拎的这一些可能是手啊、脚啊、头啊，就搭着公车哎，在台北市、新北市哈，这个是公馆一带，这样子不断的搭车走来走去，还有到台北火车站哈。那这张表就是进到现场的人，其实他有照片有流出来了，那照片看起来有点害人哈。那他的就是尸体呢，就是头不见了，那只有剩下左腿。啊，当初警察去的时候还以为哦，这个其他地方有，找了半天，哎，真的没有，就只有这个。后来呢，这个是住他们的公寓啦，在旧公寓的这个3楼哈。啊，当然，凶手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从8月30号，这个根据跟他比较熟悉的这个他的情人呐，就说啊，他的同学哈，他社区大学的同学啊，听说是交往当中。那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他就是8月30号就失联了。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哥哥不断的进出这一个公寓哦。刚刚下午4点多，最新的他在公馆哦搭公车落网。他原本是在台北火车站呐北三门的厕所里面就被路人认出来。好，那路人可能是本来就认识他。好啊，这打扮是这样瘦瘦的啊，73岁啊就被认出来。后来警察跟一路跟到公馆呢，就把他逮了，他也认了，他说就是哥哥。就是我，好哥哥，我这个弟弟是我杀的。那时候弟弟太过分了，弟弟哦，他都住家里面，啊都用我的钱，他一个人霸占3个房间，我不能接受哦。高大成质疑说这个弟弟可能是啃老，但是根据邻居的说法，他说这个弟弟的个性是很讨喜的，很温和，而且他本来是当法警，是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才辞掉工作哦，基本上是一个孝子哦，所以他的说法跟高大成有一点落差了哈。死者梁男54岁哦，就是弟弟当法警的，他经济拮据，他申请中低收入户哦，但没有想到凶手哥哥73岁，他居然哦，他是当外交部的司机啦，他的存款警察一刷，簿子里面3000万哦，还不包括他可能有其他的投资等等的，他至少光是利息每年就可以领30-40万，那么有钱，那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永和还发生其他的这个刚刚讲的分尸案了。杨明怎么看这案子？当然，我觉得这个新任的警政署长黄明昭上任之后哦，这种重大刑案一件接着一件呢，他也不过上任2个多月，结果你看现在从这个南投枪击到高雄急诊室枪击，到台南杀警，再到桃园的枪击，桃园那个还在逃哎，对，还没抓到，还有好几个，包括那个自强外衣间2个逃犯里面还有一个，他当了署长之后还没抓到，案件一桩比一桩惊悚，幸好这个案子从昨天晚上发生到现在也不到24小时，算是嫌犯。可是我觉得比较离谱的，因为这个大哥他后来是在北车搭公车被路人认出来，然后他完全也没有要反抗啊，那我们警察怎么会花那么长的时间才逮到他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动线，他不是有这个自己的摩托车或是自己的这个开车，他搭公车然后到北车，这样不容易逮到这个人嘛？没有，反而搭公车不容易掌握他的行踪，对，因为他可能会离这个所谓的监视器的这个视角可能会有10角。所以这个他，可是如果你用悠游卡记名的，这不是马上就知道你的行踪了吗？他可能没有用悠游卡，对，所以反而不一定好去掌握了。但是我讲这个很快就掌握到他的行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案件哦，其实是一个算是人间的悲剧啦。毕竟兄弟之间阋墙，然后最后居然是用这样的方式哦，而且其实你知道。要用到这个所谓的杀人之后还要分尸，那个你我觉得很难想象他是怎么样去把他的弟弟的遗体去做这样的动作哦，真的让人很难想象。但是他还是看起来是很冷静的在逃哦，很冷静的在继续拿着他的这个行李箱到处跑哦。所以我想哦，到底这个两个人，因为他们十几年前。 就曾经因为家庭内部的纠纷，他11年前就扬言要杀他了，就两个人讲了11年，然后现在付诸行动。对，甚至去年他们这个妈妈还在的时候，因为好像弟弟比较这个照顾妈妈，他弟弟是为了照顾妈妈才辞职在家里面的。那哥哥常常会因为妈妈的身体可能不方便或怎么样哦，就会跟弟弟有一些这个吵架或者说争执，甚至是扬言什么要你死啊怎么样怎么样，会用比较激动的方式两个人。 这样的冲突，他是有留下前科的啦，所以邻居都会知道。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哎，这样的案件为什么会在妈妈过世了之后，反而变得变本加厉，就真的动手？也许妈妈在，她有其他顾忌。哎，但我们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地点都发生在永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永和过去4年发生了这个3起的人质分尸案哦，在2021年，也不过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时间相当接近，还不到1年前哦。当时这一位幸福的男子，他把爸爸本来住在养老院，把他领回来要照顾他啊，但是照顾了4天之后，就把爸爸分尸了。那尸体做成也是一样，做成人质，把他丢到这个永和的瓦窑沟里面。那后来他说是啊，因为爸爸年轻的时候常常家暴。 啊，那法官也认为说啊情有可原，所以判他19年哦。这个最近才初审的第一审的这个审理判了19年。好，更早的在2018年8月22号的时候，加拿大籍的男子哈，就是这个外国人哈啊，跟美国籍的男子两个人哦，因为这个毒品交易哦，他们认为死者哦可能变成窝里反了，所以其他人有伙同就把他给杀害，一样也把他做成人质，然后也丢到。 这个永和的水沟里面哈，所以大家比较纳闷哦，就永和怎么会这么密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凑巧了，就刚好。对，就刚好了，因为但是大家好，我是谢耀州，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 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检查一下哦，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还会跑掉，你检查一下看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票，请他们也订阅，而且要帮我们。 多多分享，谢谢，拜托。